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ndy 三 League。面面是节目，我是阿哲，今天我们玩的是 Michael，然后我们要开始那个下一个 Michael 大长篇了。对，就是第一个大长篇，大家都知道是 Michael DS 的天涯冒险嘛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大长篇就是那个 Michael Twilight Forest 暮光森林。对，这个暮光森林应该也是就是最近一个很有名的 mod 啊，就是因为之前就是。大家都知道《叛天堂》嘛，然后那时候就有说过，就是问大家说啊，就是你们看一下我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实况，就是那个生存地图或是模组啊，对吧？结果最多的那个回应就是这个《暮光森林》了。你看这个乍看之下没什么，其实就是对啊，其实它《暮光森林》算是还蛮不错的，应该是啊，反正就是因为它是在某广站，它还是。也是评选完这个什么第二名，我忘记什么第二名，反正应该是模组还是什么的，反正第一名就是天堂模组，然后第二名是那个就是这个 Twilight Forest，就是暮光森林。哎，这个第二名其实真的是还蛮名不虚传的，就是真的是有第二名的样子。因为下来安装完之后，就是觉得玩真的之后，真的觉得说它真的是毫不逊色于天堂，就是了。啊，因为什么里面的就是看到作者的用心啊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赶快来拍实况，就是反正就是对啊，还蛮适合拿来当做实况的，对。然后我们这个那个暮光森林它一直有更新，所以现在是1.6.4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是从零开始嘛，对，跟天堂第一集一样，就是从零开始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取那个 Twilight Forest 好了。然后我们就转生存嘛，然后允许作弊，看一下好了，我不会常作弊啦，因为对，以防万一就是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对吧？因为感觉上一次是那个天堂系列，好像就是常在作弊这样子，希望这一次这个系列就是不会再作弊还是怎么样子了。希望是这样，但愿是这样。然后哦，怎么一开始就有那个矿坑了，对吧？这个地图感觉好像还蛮有样子的，应该是啦，对吧？反正这个一开始就是一般的地图嘛，这个就跟天堂一样，就是跟一般世界没什么两样，就是只是它有传送门。你看一下就看到铁啦，这根本还不错啦。反正然后我们要制作那个，我是想说要不要那个。因为那个传送门其实要做有点麻烦欸，其实我们要先，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先可以先就是跟天堂一样，先大概作弊一下好了。因为对我怕这种一般的，我也有点懒得去搞了。对，就是一般的其实还蛮麻烦，因为你需要钻石，你要钻石啊。虽然那个天堂模组好像要搞的那个传送门更麻烦，因为那个要先进地狱哦，那比挖钻石更麻烦，因为那样挖完钻石之后，然后又要做一堆事情嘛，对啊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就作弊一下，然后我们之后就但愿不要作弊啊，希望是这样，对，然后我这次装的模组有这个 NEI，可是平常时间我会尽量把它就是关掉这样子，对，因为上次天堂模组机看了多集啊，就觉得说这样好像随时都会作弊这样子。虽然我就可以直接作弊了，没有啊。然后对这个库板，就是我有装那个、啊、整理包包插件，因为其实还真的是还蛮方便的，对啊，对，就是对那种懒人来说蛮方便的，对。然后我们需要的是有那个，我们先拿一颗钻石，我们需要钻石，看这边，我们也要水桶，我们拿铁桶了，反正旁边一堆水。然后我们还要钻石，钻石在哪里？哦，你看这边后面就是那个暮光森林的东西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看到了。哎，对，钻石看到了。然后对，然后之后就不要再作弊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挖一些泥土好了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有水的地方。先挖一下吧。我们要几个啊？我想想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我们至少要12个泥土。算你不要12个也可以啊。如果你传送门你盖在海边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只是我觉得为了美观，我们还是盖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。对，天哪，这边一堆草，对吧？那我们就盖这边好了。算啊，好了，那
对啊，因为这边好多草，有点难清理。好了，就盖这边了，就盖这边好了。OK， 就是这种事情就不要再太弄太多啊。其实不用十二个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根本不需要十二个，这样就够了。就是给他一个四乘四的空间，然后我们再去拿一些水。我觉得好像盖水边就好了，干嘛这样子麻烦的要死？那水边就有泥土啦，那更方便。啊，没关系啦，不敢那么多了啦。然后，对，我之前就是有稍微进去一下那个世界，因为我要拍那个预告片嘛，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预告片。对，就是稍微介绍一下那个暮光森林这样子。然后我难度是调困难，对啊，我难度是调困难。哦，在看旁边，然后就掉下去了。啊，我觉得这边，这边取水的部分就稍微快展一些好了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四格的水。然后我发现一直在跑步，觉得，天啊，这饿太快了吧？我觉得你应该要牺牲一下啊。不管，我们先进暮光森林，反正暮光森林应该有很多食物资源啦。没有的话，这边猪也多的是，嘿嘿嘿。对，然后我们啊，对哈，我们还要拿一些花，十二朵花就够了。对，这个十二朵也是这样子围成一圈，应该有玩暮光森林的都知道了。对，因为最近也是有一堆实况主在实况暮光森林啦，还有觉得有点不高兴，没有啦，反正就是比较，因为之前像实况天王就是之后。好像很少，比较少人在实况，至少台湾地区好像比较少人在实况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说什么，对啊，很多人实况就代表这很好玩嘛，对啊，好，就这样，就是围了一圈嘛，然后围了一圈之后，我们就拿钻石进去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我应该没弄错才对，好，开始哦，忘记跟大家说了，然后就是。忘记跟他说，因为他会打雷嘛，然后所以你要先站远一点。我忘记了，哦，损了一半，啊，完蛋了啦，这样我会死掉啊！不管了，先进去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集，就是进了这个暮光森林进去了。然后我们就稍微等他一下吧，他就是要载地图了。先希望我的那个定时会好一点。对。然后不要再一直死掉或者怎样子。好，出现了，一开始就是你看这个 portal 就是那个旁边就是要放一大堆那个植物啦，对，这个就是蘑菇啦、树那些花什么的。然后映入眼帘的是这个，我觉得这种真的特别棒哎，哦，这个鹿超帅的啊，这个脚是，对啊，还有舍不得杀他们啊，凭什么去杀他？啊，反正一开始我们就先 punch tree 嘛，就是先砍树一下。对，这个树就是跟 Minecraft 的树没什么两样。对，然后我们到远点的地方砍啦，就是保有这边的地形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砍就好了。对，然后砍树时间。在上面，而且你声音有点像牛叫哎，吓到我了！哎呦，你有没有怎样？好恐怖、哦！怎么突然有东西？怎么突然有鹿飞下来啊？好了，不管了。可是我觉得它的牛叫声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然后这应该是遗迹啦，就是那个对，下面那个你挖下去应该有东西。然后这树好特别哦，这到底是什么树啊？长特别高，害我也舍不得挖了。啊，差不多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做一个合成台，对，就是把一切东西都准备好，像这些那些材料什么的，好像有很多都是，哎，我的香菇飞掉了，哎，那样呢？不管了，反正我的那个传送门没受影响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要不要先做一个斧头啊？先做一个稿子好了。
我觉得赶快进入实际时代会比较好。像这种不太生存的我，哎呀，不要再说到我的痛处了。所以先做个稿好了。对，不然这种合成的时间总是特别缓慢的。哎，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子啊。然后这边真的好大哦。对，然后我应该要先准备一下食物资源才对，我已经快饿死了。所以这边，哎呀，这个地形其实不太好，不然有那个蘑菇的地方会特别好。怎么鸟叫声呢？哎呦，有鸟哎，超可爱的哎！啊，这边有石头，当然有鸟，超可爱的。所以这应该是目光是哦，松鼠。松鼠欸，哦哦，好可爱哦，哦哦哦，乌鸦在哪里？哦哦哦，各种神秘啊，这个目光声音也太神秘了吧！哇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。对，然后前面就是蘑菇岛哦，太赞了太赞，我们先去采一些蘑菇好了，对，以防我饿死。然后刚看到啊，哦，没事。哇，各种新奇啊，对。然后我们先到远一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这应该是有很多蘑菇的地方。虽然我看起来不多蘑菇，不要地就摔死了。想想之前的惨痛经验，我天堂第二集就摔死了。哎，这边有鸡耶。对，这个就是进那个目光摄影的时候，有些就是一些那个平常世界的动物也会跑出来，对，所以那些什么僵尸啊、苦力怕的，有时候也会出现的。对，我们先杀死它好了，因为杀死鸡比较不疼，比较不怜惜一点，你懂的。反正鸡很常见啊，不杀了，反正都不给我杀，好了，杀到了，至少我们有生鸡肉吃了。然后目光森林好像没有所谓的晚上吧，我记得是没有晚上。哦，这食物根本不缺啦，前面就是玩 一整个蘑菇啊。我拿到苹果，哎，可以稍微果腹一下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你就稍微果腹一下好了。对，你就吃一下苹果，然后对，就这样。然后这边要小心走一点，要小心一点走啦。然后前面这是萤火虫，就是蛮常见的一个生物，还不错。然后这边有蘑菇，我想要啊，直接下去采了。哎呦，快死了，被细体啊！反正我们就先采一些蘑菇好了。这样真的会死掉哎！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冲动才对。然后没记错的话，蘑菇是用手打，对啊。我想说，不是用手打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就是应该也是随机出现的那个，可以随意出现的东西。对，然后蘑菇我们还要拿到那个，拿到另外一个颜色的蘑菇，然后我已经快死掉了。为什么不能生吃蘑菇啊？烦死了！这已经快 GG 了，赶快做出蘑菇汤来，不然我真会死掉。先试一下神机吧，不管它了，算是蛮浪费的啊。不过在现在这种缺血的情况下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们先下去啊，这边不会摔死。对，这边先稍微确保蘑菇就是蘑菇之前不缺了。对，然后对啊，真的是不缺了。这边一大堆蘑菇就有了，可以吃蘑菇了吧？我想要蘑菇汤，然后我又忘记那个，我应该要带那个合成带在身边的，没关系啦。就是在这种要紧的情况下，就管那么多了。就是我们先拿那个，先做那个好了，喝一下蘑菇汤，因为我真的快饿死了。对，蘑菇汤怎么做？应该是这样子吧，就是随便乱放，对，随便乱放。我会做哎，好感动，我会做蘑菇汤了，赶快喝一喝，不然我快死掉了。哦，有了，满了，这个。总算稍微逃离了一些那个死结啊，因为离开天堂，我不想再进天堂了。对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。对，反正就是先把这个蘑菇给挖一挖嘛。
就是稍微一些生活的基本需求先搞定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一些进阶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先把和珅带给挖走。哎，这个先做一个木斧好了。我发现我只做一个木镐而已，这样根本不够。虽然现在是没遇到什么怪啦。哼，那我就做一个木斧。木斧要怎么做？啊，我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。啊，又找木斧了。所以我们就先把和珅带着走好了。那我们再去到处那个探险一下，顺便收集这个食物资源。然后这个树我想砍一下，砍一下再拿回去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这树太漂亮了。哦，这下面是什么？这个 canopy tree wood 还蛮帅的，是可以适合做那个装饰品。然后这应该也是一样的吧？哎呀，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它可以喷出一些木棒来，是算是它的基底吗？还是什么样的？我不知道，这样这个树会不会死掉啊？我得担心欸。那算了，不要鸟它了。然后萤火虫那么多，我可不可以打死一只啊？先试试看，什么东西都试试看。我们先，哎呀，先挖石头啦。哎呀，还是先那个，哎呀，犹豫不定啊。对啊，我们反正啊，这边看到一个煤炭，我们就先挖一些石头那个啦。对，就是稍微进入一下石器时代，不然这样子实在是有点痛苦。对，就稍微挖一下。对，就是挖一下石头吧。一下就挖到铁了，欸，还蛮快的嘛。虽然不多啦，不过我们先做一些石器好了。对，就是先。啊，我发现饿好快哦，喔！我是多久没有麦块了？发现为什么一下就要吃东西了？真是。所以我们先做镐了，想要直接进入铁器时代了。我是一个冲动的人，对，想要赶快升级一下子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连家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我连刚的那个传送门在哪里都不知道了，怎么办？我要迷路了。我应该要先装那个小地图的，对，因为我想说之前都没那个小地图都没有什么在看，所以我就没有装了。现在觉得应该要装一下，对啊。然后我们，哎呦，因为我从那发出的光有点奇怪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啊，不管了，啊。那我们就先做那个做剑啦，先做一个石剑就好了。我觉得要做石剑还是铁剑啊，算铁剑会可以用比较久。让我想想，嗯，先做石剑啦。对，反正石剑就先用爆了就再换就好了。嗯，然后这边要不要先挖一些食物啊？我觉得我们第一间先挖一些食物好了。因为其实这样子好像也不太够做太多东西啊。我看一下可以做多少蘑菇汤啊。对哦，而且你这样子做一个碗不行啊，你要做多一点碗，再做两个啦，再做两个碗。哎，不，我忘记，等一下，不，我做十二个碗，我忘记它可以做成那个了。而且我本来就有那么多碗了，烦死了，浪费哦！欸，要浪费木材也不是这样浪费的。哦，我碗根本完全不缺了啦。啊，为什么我刚没有拿到另外一个来？哦，啊，不管了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反正哦，对啊，这附近有洞窟哦。应该是有洞窟的样子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一开始先弄好了，先把一些基本的东西弄好。好，走吧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先，哎呦，然后用斧头挖这个应该比较快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开始挖吧。听到小僵尸的声音了，不是小僵尸啊，僵尸。
像就在这下面，这是那个菌丝的那个土壤，搞不好下面就有洞窟了，也说不定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啦，就是大概就是食物就差不多这样，反正如果再缺食物的话，就是再过来挖就好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树长超高的，天啊，这到处都是树林啊，完全就是不，刚刚是什么声音啊？哦，这个啦，应该是蝉的声音，对，就是这个蝉，就是蛮吵的。对，它的特点就是蛮吵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蝉是它会一直那个鼓动它的翅膀，然后就蛮吵的，还是鸟声最好听。哎，对啊，就是这个啦，这个蝉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。非常的吵，然后有时候它还冒出那个音符来，它不也是这样子冒出音符来，有点喜感吗？有一种莫名的喜感呢，对吧、啊？还蛮好玩的，只是它蛮吵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远离它一下。然后又快饿死了，对啦，然后第一集就差不多这样子混过去了。然后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是蘑菇城堡吗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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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哇！我想把这边当做自己的家嘞。哎呦，哎呦，哦哦，然后就怎么会有史莱姆的声音？等一下，这入口是在入口在哪里？我要去入口。等一下，又再次燃起了我的。燃起了我的那个兴趣了。哎，入口在哪里啊？我要看入口。等一下，入口在哪？还是我想直接上去了？等一下，我直接爬上去比较快了。对，这个还蛮帅的。哎呀，我要进去看看。还是它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，就只是一个装饰而已。然后，对，有些萤火虫飞，它就会变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？天哪，这个蘑菇房间哎。还是蘑菇城堡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，哇，超帅的。可是为什么会有蝙蝠在里面？啊，不管了，反正这个到最高可以到哪里啊？我有点想要到最高的地方去、欸。哼，哎呦，没事，每次都被蝙蝠吓到。所以，可是我找不到上去的地方。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过不去。欸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从这边好像可以上去是吗？这个地方是可以上去的意思吗？可是这太大了，这个，我们先这样子啊，反正就是下一集再来慢慢探索好了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时候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对，大家还对我的这个目光声音用就是还满意吗？对，就是对啊，虽然是我一直拍下去啊，因为就是还蛮新奇的，就是有一个事情想要去发现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对，那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之前有跟大家说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大家还记得这个地图啊，就是那个夜的别日逃脱，就是之前我同意做的嘛，就是这个地图就是一直过不去啊，就一直出不去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就是请作者解释一下，然后就是天天跟我说嘛。其实这个厕所也是别有玄机啊！之前看到这个漏斗，就是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很怪。其实这个地方都没什么，其实真的怪的地方在这边啊。这边就是合成台，然后对，就是这个就可以合成那个锄头来的。然后我们拿到钻锄嘛，然后钻锄其实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、欸，因为对吧、啊？他好像要来这边耕田是吗？就是来这边耕田一下，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。对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怪怪的。哦，大门钥匙，对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就拿到大门钥匙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把那个用手把它给弄，把那个地给弄低一点，然后我们就找到箱子，我们就可以找那个。然后要大门钥匙，然后就可以出去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生存地图我就知道了。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